可以先开始。Hello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小强，Goodlife 的小强，你好，你们好。好，早上好，早安。对，前半段呢，我们会做运动啊，对呀、啊，你们每次所讲的，看到小强就是来做运动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一样，我们大家如果有这个 stretch band 的话，可以拿出来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用毛巾也是可以，没有关系的，哦。因为这个运动都是可以让大家做一点，伸展呐、啊，对对对对啊，伸对展运，stretching 动，啊，stretching 要是要伸展，一些，stretching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先来做一点 warm up，好，来，我要站了，这 很难做，当我们先动那个头先呐、啊。头，我们从左边去右边做10次，好，来，让我们开始做。好，让我们做一，慢慢啊，因为等下会晕，有点晕，如果做太快。二，三，四。五、七、八、九。好，休息一下。最重要，头晕晕的话，不吃东西哦。然后我们就做一点熟的，这样做10次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放松，放松。放松，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开始，大家用这个 stretch band 哦，我们 hold 住前面，从左到右也是一样，10次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的，接下来呢？我们就从刚才是左到右了哦，我们现在来做上到下，这样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，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来做呼吸动作啊，因为做了比较激烈哦，我们来做呼吸。来，一，呼吸，三，四，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的，大家还 OK 吗？还 OK 吗？OK，OK。OK 哦，
接下来呢，做啊，做开始就打放在地上啊，然后左脚踩着左脚，左脚啊，左脚踩着，然后就拉上，这个是可以吗？来，我们一起大家一起做十次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 OK， 让我们来换脚，换去右脚，啊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 九、十，好了吗？大家都好了吗 ？OK， 好了。好了哦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换多一个动作。现在哦，就把这个哦，两只手拿住，然后放在地上，两只脚踩着，两只脚踩着哦，然后两只手一起拉上来。 不用拉太高哦，拉到那个肩膀这边，或者你们觉得啊，如果会痛的话，就不要拉太高啊。我们来做十次，两只脚踩着哦，双手拉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 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让我们来回复那个呼吸的动作哦。啊，我们休息一下呼吸。来，妈妈。 妈妈，三，四，享受空气，五，六，七。 八、九、十，好的，现在让我们来坐下来哦。坐下来，我要教你们哦。坐下来也是，其实也是可以用这个布的啦。好像刚才我们不是有踩住咯，现在我们也用踩住，可是哦是。 从上到下，好，你们可以折一半也好，还是要用它的长度也好。现在哦，我们左脚啊，拉好，我们拉，拉去右边，这样，从你的左脚拉去右边，好，好，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 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其实这个哦，你们也可以踩住啊，踩住也可以拉上啊。如果你们要坐住，坐住的话哦，拉上或者是拉另外一边都可以。好、哦，如果你们是拉另外一边的话，同样的换去右脚，好、哦。 换去右脚，然后拉去另外一边，都可以来做十次了。好，来哦，让我们来试一下啊！一、二、三。
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也是另外一样，好像刚才我不是有做了两只脚了咯，对吗？你坐下来其实也是可以做两只脚拉上来啊，其实坐住站住都可以，明白吗？好像这样子也是可以。嗯嗯，所以改次你们啊、如果不想站住啊，你们也可以试着坐下来啊，坐下来这样一起拉。一，你看这样也是可以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了，现在我们回去那个呼吸的动作。其实哦，你要看这个 stretch band 这样子做、哦、一点点一点点哦。其实哦，我现在在流汗啊，然后有点累了。好，让我们来呼吸，一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八、九、十。还有一个小贴士、哦其实不单单可以在家做啦，我们当时那时候在外面做的时候哦，我们也有做这个stretch band right， 绑在椅子上，它的一部分绑在椅子上，那个铁那个椅子上啊，然后我们用那个椅子的那个绑住过后哦，然后用它用来拉它。就是好像拉他做十下这样啦，你们如果下次有空的话，你们可以在家里试试看哦，用这个绑在其中一个脚啦，然后你们这样拉，两只手也是一样哦，恢复动作啦，拉上也可以，拉上拉斜，两只手。可是现在因为我绑不了啦，我在家。通常我们在外面，因为之前我们是在外面做运动嘛，然后不单单也是有用stretch band， 我们也是有用球，我们会pass， 好像做那个运动哦，我们会 pass 啊。如果改次你们不要用 stretch band， 你们也可以去买那个运动球啊，你们拿住也是一样可以做，从上到下左到右也是一样十次啊。改次我也是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可以试给你们看啦。嗯，问你那个球是要多大？什么球要多大？那个球要多大啊？那球其实不需要很大，就是你可以 hold 住，你这样差不多这样子的 size 或者小一点都可以，连有一点重量，最好是有一点重量，有一点重量啊。对，如果你去那种运动店啊，他们有卖那种运动球的，从小个小粒的到大粒的都有，小中大他们都有卖啊。好，让我们来做那个cool down 好啊。也是一样，我们坐住，不用站起来，现在坐住，好、哦，然后头往上，然后再慢慢到中间，
然后再下来，连续做十次，感受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。然后我们 before 完，我们再来做那个呼吸十次，让你们松懈下来，然后感受接下来的节目，好吗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你们感觉怎么样啊？很好，大家都 OK 吗？跟着上来吗？会不会我会不会太快？我会不会太快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刚刚好，刚刚好哦，刚刚好，好好好，我们就把接下来时间交给韩香，谢谢迪生，好的，谢谢小强帮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节目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会休息有差不多三四分钟啦，你们可以喝点水，去个厕所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有一个特别嘉宾，他会过来跟我们介绍一些东西。哇，特别的、啊、对，特别，可是你们有看过他的是谁？可以猜猜看，我看看你们的，我们的看你那边有什么人。我们的义工吗？还是不是义工？有这样特别的人物啊，很特别的，真的妹，漂亮的，很活泼的，爱让你们很开心。是啊，嗯，我如果看得不开心怎么办呢？那你就问他了。哦，为什么？漂亮的，漂亮的妹妹啊，她是漂亮的妹妹，啊、很搞笑，很开心的。同分，你们看了会想要把她当做女儿来看待就对了。对啊。啊做孙女，我没有前辈强哦。做孙女，做孙女也不错啦，做孙女。小小的啊，嗯，小小的，小小的。她的头发也是跟我一样的，有这个刘海。哦，有刘海的哦。嗯，对。会不会是音箱的妹妹呢？音箱的姐姐。有可能哦，有可能哦。可是他看起来比我小。好了，期待了，期待了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几分钟我们才回来。OK， 好。喝口水先吧。好，嗯、来，谢谢小强，谢谢小强。嗯哎、哇，今天嘉庆不在。哦，他今天他在我们的中心啊，因为我们那边也是有几位。几位年长者在那里也是在看我们的节目，他们刚才也是应该跟着小强一起做那个运动。哦，对，哦，这样木莲也在那边呢、啊。木莲啊，木莲不在那边，不在那边，只是嘉健。嗯，哦，只是嘉健。
小强，我可以跟你讲两句话吗？我是子凤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因为我自从我认识你哦，在我家里哦看到小强，不是真的小强啊，我每一次都打他的。我看到我认识你之后，我就也想打他，我就想到你又不敢打了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的小强吗？你们哇，不好意思哎，真的很矛盾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OK， 讲完了。小强，你要改名了。真的，我一自从认识他，我就怎么办？我看到他一定不放过他的。哇！那现在要改变我自己的，啊，哇，走了，怎么办？哇，真的是，大家那么好笑，一定他知道另一个小强是什么东西的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好，小强，你要改名了。改过另外一个名字，这样小强比较容易记嘛，因为会拎读你们所讲的那个蟑螂，因为蟑螂哦是为什么我会叫小强？因为我的名字不是有强哦，其实我的真名华语名叫朋友的有强壮的强，叫有。有强，有强啊！叫你，叫你，叫你做，叫有强啊！有强啊！有强啊！要做。要大家比较容易记，所以叫小强，因为你们会想到哦，嘎扎，嘎扎，哦，就会想起，会想起我啊。哎，说起来小，哦，不是小强了，啊，蟑螂了哈。嗯，不会有毒的是吗？你大家知道吗？没有作药的，有些蟑螂是可以做作药的哈，中药的，可以做中药的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个蟑螂的大便可以做药的哦。那是烘干啊。没有那些有些蟑螂不真的要有人养的才那种才可以用。哦，对。在我们家里爬的，你千万不要去抓来吃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应该是野生的，不行哈。对，他们用就有了，他们拿来做人抓了，没有对啦。可能在中国 Hello， 现在我要打扰一下了。OK， 好，不好意思，现在十点半了，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美丽小姐出来。有请，不美不美，宝宝出来摇出来哟。三的来着，哇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我要戴眼镜了，戴眼镜看了，我眼镜看很清楚，照我的脸了，太亮了，太亮了，哇，实在可爱，可爱，欢迎我的厨房，来到我的厨房，哇，会煮的，这个厨房看起来好像会煮的人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大家好，佳佳，对，佳佳，如果你们记得的话，上一次我也是有来快乐俱乐部做果汁，有人记得吗？做什么果汁 ？Fruit juice， 果汁啊 ，Fruit juice， 你抓错，然后我讲错，那时候有人记得吗？忘记什么果汁？忘记了哈，所以什么果汁？所以今天的话，我们做一些特别啦。你们有没有听过水果放在水里面？有没有人听过？水果放在水里面，有没有听过或者有看过这个东西？水果放在水里面煮就有了，放在水里面煮就有。有啊，苹果啊，苹果可以煮成苹果水啊。除了苹果呢？有没有其他人？梨啊，梨还有呢？对啦，
香蕉我可以的。嗯，黄梨，黄梨，黄梨哈。所以没有人听过排毒水吗？有人听说这三个字排毒水吗？哦，排毒水就没有啦，没有听过。OK， 来音箱 slide please。我是他的助手，今天他是我的助手啊，他帮我 control 那个电脑。哦，排毒水。今天我们会说排毒水啦。嗯嗯。所以什么是排毒水呢？所以排毒水其实我们可以掺水果、蔬菜或者材料放在水里面，看你要掺哪一种啦。然后它的卡路里会很少，所以假如说你怕会肥啊之类的话，你不用担心。然后这个是最介绍在好像乐龄想要瘦身啊，我们年轻人想要瘦身的话，或者你的嘴巴很甜，然后你每次很喜欢去喝那种汽水，含 Red Blood Coke 啊，这个排毒水的话，我们会建议你们试试看呐、啊。嗯，你们有什么想要问的吗？不然我会去下一个。嗯 ，OK，Next， 接下去吧。好，所以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当然是它的名字叫排毒，所以它会排毒你身体里面的，然后它会提高你的好像力气啊，好像早上你会觉得一起来很闲，然后哇很累，想要回去睡。当你喝到这个排毒水的话，你比较精神一点。然后还有多一个方面的话，好像你假如不消化的话，你吃东西很快你觉得很胀，你的肚子很胀，你喝这个排毒水的话也会帮助你。还有多一个方面是你的抵抗力，会提高你的抵抗力，还有你的心情。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早上一起来就喝一杯啦。还有皮肤，所以你要美丽的皮肤的话，然后你懒惰吃水果，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排毒水。好，好，然后下一个。所以怎样做排毒水呢？当然第一个最重要是要有水啦，你没有水就不可以做东西哦。然后你可以试试看你要掺水果、蔬菜或者药材。当然是普通的话你要切啦，你要切你的材料，然后看看你是想要放去冷水或者烧水，然后看你的杯也是，假如说你是很大杯的话，当然你需要更多材料才有那个口味嘛，比较强。可是如果是小杯的话，你就有可能只是差一点点啦。所以通常我们年轻人啊，我们做冷水的话我们会放过夜，所以好像假如说我十点差不多要睡觉，我九点多就去放好我的材料，放进去一个杯，然后我放在水柜里面，然后早上下一天早上才拿出来喝，所以它里面的口味会比较强，因为它的水果会在里面蛮久嘛。好，可是假如说好像你赶时间，可是你又想要喝，你就可以弄碎那些水果或者药材，然后你才喝咯，所以会比较快啦，它的口味比较快出来，可以吗？会不会一点复杂、新的东西？对，因为我想问一下，你所谓的药材是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。哦 ，OK，我会介绍给你们。对对对，好，所以等一下我看一下，好了，那现在我要考你们。好，我先拿第一个来考 ，OK， 看到吗？看到哦，我放靠近一点。你们觉得里面是什么呢？哇，好不懂啊！苹果，苹果，苹果错。哦，不是，那个叫什么？看到了哦，那个什么蛋呢？给我听一下那个 PowerPoint，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脸。对，哦，假了，等一下我要挡住我的脸。Strawberry 草莓，草莓对，香蕉，草莓香蕉，香蕉错。连我不懂上面那个叶子是什么，九层塔还是什么？还是薄荷啊？薄荷对，谁讲的薄荷？薄荷，薄荷对。多一个呢？那个黄黄色的是什么？黄梨啊？黄梨不是，柠檬，柠檬，柠檬 ，lemon，lemon 对，柠檬啊，哦 ，lemon 对，柠檬，所以里面有三样东西：薄荷、柠檬跟草莓。对了。不错啊，你们从这边也看得到。哦，
所以音像你可以 show 那个 slide。 好，一起这样你要喝喝看吗？那个水跟他们讲味道是什么样子。OK 了，好好好，我 show 我 show 他们没有的喝。你可以帮你们试喝。你就知道有机会，有机会会邀请你们来喝。OK 是有甜有酸在里面，薄荷的味道也很香。酸比较多啦，酸比较多啦。嗯，我放柠檬比较多一点。柠檬酸，草莓也是有酸的。没有，草莓也是有时候有点酸的，对。就是说都是酸的。我用比较贵的草莓啦，韩国草莓。韩国比较甜。韩国草莓就比较便宜。不是你，像你这样的话，那我你的那个水果有没有拿去吃啊？是看你自己本身，我是不会，因为它里面的口味全部都没有了，已经放在水里面了，所以吃的话就不甜哦，没有什么味道。这个是可以收几天这样慢慢喝吗？这个最好的话是 within 大概15小时啦，十五个小时。哦，十五个小时而已哦。所以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十点多做的，我做好了放在冰箱，然后我今天才拿出来喝。这里面的口味，它的水是要放多少？它的水哈，所以要看你自己本身啦。假如说这一瓶的话，我就会用大概三个草莓，然后柠檬一半， okay. 还有那个薄荷，我拔蛮多啦，因为很小，我拔大概四五个。哦，我这一杯，如果是小杯的话，你就可以放一点点而已咯。有可能一个草莓，一个柠檬，一个 slice of 柠檬，然后一点点薄荷，看你本身啦，你要大瓶还是小瓶？好，多久才可以见效啊？天天喝啊，减肥。对于你要减肥呀、啊，所以这个也是怎么减肥的啦？大肚腩，大肚腩，帮忙你的胃口啊，还有如果你过胀风的话，哦，也是蛮好喝啦，我会说蛮好喝的。就是啊，越喝越好喝哈、哦，一点酸酸的。故意喝给你们看。我没有煮过的水也没有煮过，没有煮过的啦。有煮过。有煮过的啦，要煮过啊！我不敢喝 tap water， 要煮啊！我也是不喝 tap water。啊，请问一下，啊，请问一下，可以搅了吃吗？啊，搅就是果汁治疗喽，搅成果汁喝嘛？这里就干脆喝果汁、那个。果汁喝可以啊，因为本身的话，有些人不大喜欢喝果汁啦，因为它有那个很多渣，对吗？对，里面然后很麻烦，你又要。用那个 strange 来 drink 啊，它有那个渣嘞啊，所以它的水又很少，啊、除非你要喝那个渣咯。对，除非你要喝那个渣啦，那个渣有点恶心，对我来说。啊、对，所以我如果这个就一点点特别啦，介绍给你们一下。啊，这个有点那个 slide，thank you。煮滚，然后你放凉啦，你放凉先啦，你稍稍。哦，滚了，当然要一定要放凉，就是要 room temperature， 啊，就是等它不烧不冷，你才放进去。白开水，除非你要弄烧的啦，烧的排毒水也可以。烧变成主流咯，有点像主流了。温水啊，烧的话，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啊，等一下我也会介绍，哦、不用担心， okay. 今天会介绍三种给你们。哇，啊、哇好。所以第一个的是刚刚你们猜到的。next OK， 所以你们猜到了，所以这三个the first one 草莓罗勒水，哎呀，第二个 sorry， 我介绍你们，我介绍 strawberry 啊，我 jump 掉了，讲了，没关系，拍谁拍谁 OK， 所以是这三个草莓、柠檬，然后哦。不好意思，你可以放薄荷啦，也可以放那个罗勒，薄荷跟罗勒也可以，所以两种都可以。罗勒叶是什么啊？啊，华语叫什么？那是九层塔，华语是罗勒嘞，九层塔，九层塔，九层塔也可以拿来讲，多一个名字。对，可是我本身会比较喜欢薄荷啦，因为那个味道比较香。对，薄荷叶比较好吃啦。哪里买得到啊？哪里买得到？我有的买了啊，我在 NDC 买的。哦 ，NDC 就买得到了。
所以不用担心。就是冰冰想不到那种薄荷，不是啦，拉萨，拉萨是拉萨叶嘞，这个是冰冰冰冰拉萨，冰冰拉萨不知道嘞，没有喝，没有吃过冰冰拉萨嘞，哦，我也是没有，对喽，也是薄荷一种，啊，你可以试试看啦，可以试试看，所以你的味道了，我想吃，嗯，所以这个的话。这三种，因为它里面有 vitamin C 啊，然后它也是帮忙你的肚子问题啦。然后你很多胀风的话，你喝这个会比较容易消化。哦，还有你的抵抗力也是。OK OK、嗯。可是当然我要先说，不要特别出去买啦，哦，因为草莓没有那么便宜，对吗？所以假如说你已经买来吃，你觉得哎呀，我现在想要弄一杯水，你就可以贴，然后放在水里面。不要特别去买啊，我不建议啊，蛮贵啊，8.95一盒。对了对了，很贵很贵，韩国的比较贵，韩国的比较贵。对 ，OK， 第二个，虽然你们看到那个 slide，、okay. 我给你们看多一次，猜哇，黄瓜，黄瓜，柠檬，柠檬，柠檬，薄荷叶，薄荷叶，对，两种水果啊。三对，两种啦，黄瓜、柠檬跟薄荷叶。哦，哇，你们现在猜到那么快哦 ？OK， 要试试看啊，这个一点点苦啊。哦，这样喝啊？嗯，是哦，就是这样的，一点点苦。哦，我放薄荷太多了，所以倒不如吃新鲜的黄瓜跟柠檬水。可能它苦啊，但是它的效用更大嘞。所以它的消化很大，嗯，这个会比较苦一点。哦，薄荷最好是不要放像我那么多了，啊啦，对对对，太过苦了。对，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比较好喝啦，因为有那个，因为它有 strawberry， 它有 strawberry 给我甜一点。可是这个是比较健康啦，吼，对，最健康的。那苦口良药，那个比较便宜啦。烧掉草莓，对，一个比较便宜，草莓便宜。哎，不过柠檬也不便宜嘞。啊，对了对了，可是买五粒2块多，比较便宜。啊，现在不会这样贵。嗯 ，OK OK OK， 那个 first light， 啊，等一下 ，second， no second， 哎，不可以。哦，the first one， the first one， OK， 可以。Thank you， 所以是这三样。你们早早猜到的黄瓜、柠檬跟薄荷。OK，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一样，它也是有很多 vitamin C， 还有 vitamin A 啦。嗯，薄荷里面有 vitamin A， 所以这两个，这个最好的是早上喝，因为黄瓜跟柠檬跟薄荷在一起的话，你早上会比较精神啦，然后胃口会比较好也是。OK，然后最后一个要介绍给你们，等一下。哦，这个是第二的，这个是烧水的，专用烧水。哦，专用烧水。对，所以是你们看过的也是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啊，黄瓜。OK， 这个嘞？柠檬薄荷叶。OK， 对了，所以让我拿我的烧水过来先。烧水刚刚好在旁边。好，顺手就可以啊。顺手，对，顺手。我会先倒啦，所以有可能倒这样。嗯，哦，啊，然后柠檬就这样放进去。嗯，通常这样小的话，我会放两片就够了。然后你们觉得薄荷需要多少片呢？两片。薄荷两片哈，我讲两片，你放两片啊。我听你的话，所以你想多少就多少。薄荷的香味，这个呢？多少？黄瓜，这个，这个放四片吧。四片啊？四片啊！你要杀死我哈。OK， 好，所以四片，所以蛮美哦，不错哈。对，很漂亮。嗯，所以这个的话，通常烧热水是可以掺在里面。可是你要等大概15分钟，因为它要蒸嘛。哦，十五分钟。要等它的味道出来。这样就最好是盖上那个盖啦，那个cover啦。有。不然那个味道会跑掉。对。
所以我们会等一下等十五分钟啦，我自己等，然后我自己喝。OK， 所以这样就好了。Okay. 所以，影响第三个 slide。好。OK， 所以这个，这个哈，我有去看看资料，这个是专门 for 早上喝的。其实这你所谓的早上喝是空着肚子喝还是说？空着肚子喝可以喝。也是可以哦。可以可以。嗯嗯，因为要帮你排毒嘛。对， 对， 对，before你喝东西，你所以你的肚子不会胀，你才去吃东西的比较好一点。嗯， 嗯，所以这个是通常都是帮助你的胃口，也是还有消化方面。所以什么东西关于肚子的话，你喝这个比较好的。OK， 哦，对，对了，可是味道没有那么好喝啦。哦，因为柠檬跟黄瓜，柠檬香，柠檬蛮香啦。可是，嗯， okay， 我自己这三个这个最。我最喜欢的比较好喝，草莓，草莓对，草莓比较好喝。我就是说柠檬，草莓有这个柠檬，荷叶，嗯，什么东西？柠檬，什么薄荷叶？去哪里找？哦，薄荷叶 ，NTUC 就可以找到了。NTUC 有卖，有卖，他怎么叫？他怎么？我给你们看啊，等一下。荷叶。他去他的冰橱找 NTUC 的薄荷叶是什么样子的？幸好在厨房里面。对，这个是薄荷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拍，我拍。拍OK， 想要拍照的话可以拍。那英文叫什么名字 ？Mint，M-I-N-T，Mint，Mint，Mint。可以拍这个照片。Mint，Mint，拍好了。好，你会长得像怎样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是阔阔的是吗？好薄这样。哦。好，一根一根的。哎呀，我来去种薄荷了，比较省省钱。省钱一点哈。所以有薄荷树啊。去偷摘一点。我本来有啊，我的肝呢，我本来有种，但是我的肝呢。哎呀，不然就可以跟你拿一颗来。重种，重种，我们会大家过来。要重新去种，我的是跟清水拿的，跟清水、清水那边拿来种。哦，清水。哦。啊，清水，那上次他们的阿公花园嘛，就是有了，跟他拿了。哦，可以拿吗？清水。拿那个种回去种，现在他那阿公花园好像。清水应该在。换去28的后面了，是吗？清水我没有。清水，清水在线上，没有看到他，是不是啊？清水，没有声音，有啊，刚才有看到他，没看到他哦。给大家个味道还没有，还没有出来，没有这么快的，都比较容易做。对，可是那个柠檬，柠檬已经开始比较开始有味道了，一定啊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切的，它酸，它的酸度已经出来了。对对，所以我就喝这个每个早上比较好了。比较清水、哦啊、所以其实我已经介绍好三个了，三个排毒水、嗯、所以可是最重要的东西是要说，当然自己吃的整个水果、哦嗯、是最好的啦，对，因为有纤维、啊、你不要觉得好像你放在水里面水果你还有同样的营养，没有啦，没有这种事，嗯，一定是水果先，然后假如说你真的不大想喝水，或者你喜欢甜的水的饮料，可是你又不可以去喝它 Red Plus 些、嗯、你就可以试试看这种啦、哦、排毒水，嗯，所以不要你们误会好像觉得喝这个水就很健康、嗯、它的里面的东西就一点点啦、嗯、所以你吃的草莓跟放在水的草莓很大的分别啦、哦嗯、不要特别的去买，可是假如说你看到家诶其实我还有很多这个水果，不然我就试试看做排毒水咯，喝喝一下啦也是好，不要特别去买啊，不便宜啊，很贵啊，我买这些已经二十多块了，哇，不划不划，对，我还要去种啊，种薄荷，有可能要去种薄荷，哎，如果真的可以种就种嘛，谁有薄荷的植物啊？哇，全部人在问你哦，哪一颗？我有一颗啊，不懂一样嘛，你那一颗有没有小？有没有孙子儿子？你只有一颗就很难给我嘞，你要有孙子孩子这些才可以给我吗？
通常我们种的是厚的，薄荷比较厚的，它这个是比较薄的，然后你这种是比较薄的薄荷。哦，你是说薄荷也是很多种、啊、种类的，很多种的薄荷有很多种的。哎、哦，有没有办法买它的那个 seed 来种啊？薄荷有没有 seed 啊？去 NDUC 看有没有了。没有 seed 的，没有 seed 的，没有 seed 就种花的，种花的就还是要去买了，又要花钱。今天的节目好像在讲about薄荷啊，不是水果，是薄荷，是不是？还煮水。OK， 薄荷也是重要的，薄荷重要。薄荷对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听不到你讲话了。宝香姐，你开麦，宝香姐，你开你的麦。我看到他在挥手。对。啊，你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听见我讲话吗？有没有听见我讲话？现在听到了，听到没有？看到。啊、我跟你讲，那个薄荷哈，你买回来，你泡在水里面，给它出那个根先，出的根你才去种，这样比较快。哦、叶子会出根啊？不是，呀，你是把叶子吃啊？刚才他给我们看，他现在给我们看的哦。啊，你拿几支哦，去浸水，浸水一出根了，你再去摘。哦 ，OK，OK，OK。啊，这样比较好，啊，这样比较好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可以哦。可以，很厉害。努力啊！我不会说叶子呢，去整根嘛。没有啦，整颗要有一支的啊，整颗啊，对，整颗拿去泡水。OK，OK， 好好，谢谢。这还有希望。那把这叶子全部要采光吗？要啦，不要不要，你要看你要多少，你就摘多少吧。不用了，对，不用啊，来拿，你拿整颗，这个放进来，这个是摘好了的，这个里面不懂有没有？你要去长根那个时候，那不是有叶子吗？哎，佳佳，你那个盒子里面是它是一片一片的叶子，还是它有那个整枝的哈？可能有枝的，有枝这样长，有一枝一枝的，有没有啊？来种啦，来种啦 ，OK， 对，容易啦，容易 ，OK。那佳佳的，可以，我来种一颗，我来十八，你们可以来拿，因为我在家没有用，要借水可以拿。我们要可以拍二十八，然后你问一下，我们从冰箱给你啦。拿他的纸来做。你现在在家是吗？你没有在 office 吗？啊，我等一下会去 office 下午啦。所以你先到 office 啊。去哪？啊，我大概一点多才到那边啊。一点多可以了，一点多我去找你。你就问那个里面做的员工，跟他讲你要拿薄荷啦。会跟他们交代。我不用整盒了，我啊，你拿一点哦。啊，对，你要自己带 plastic bag 啊。哦 ，OK， 我自己带 plastic bag， 可以，我真的去拿哈。OK， 好，可以，我会帮你记得。我记住了，我看。我说你要长根哦，那个叶子你采，那个顶上的那两片叶子，千万不要采啊。当然。试试看，他们试试看拿来种。我在那个冷的国家，好像在英国，常常会种得到。我们新加坡完全那个根不出的，可能气候啊，不一样的气候啊。哎，你是在二十八是吗？二十八是三十二。二十八。哦 ，OK， 等一下我去错地方。二十八，等一下。一点半过后啦，比较好。一点半啊，一点半啊，一点半就可以了。我在新加坡种啊，他的那个。The rice, little one again. The rice, one, 听好。Wait. OK， 谢谢佳佳。没问题，你们有疑问吗？没有疑问 ，OK。对，一点点特别哦。我再问一下你啊，排毒嘞，这是排毒啊。你有人问，有人问排毒的那个为什么跑掉？三种，我的跑掉嘞。再给他看一下，再把它。你用你的手，还是看那声音的？哦，来了，谁的声音？有了，我讲话。宝香姐，宝香姐，你不要这样紧张。就是每次跑掉嘞，真个心。两样还三样呢？它都很烧，我不可以。有一个烧的，它的背很烧。三种啊，有三种。对呀，
哇、啊，这个比较容易，这个比较容易。最容易、啊、最容易是这个，这个、啊、最方便。这个啊、那个那个黄瓜，黄瓜跟柠檬跟、啊、也是容易、啊，这个就要考虑。我们这边可以买，我们这边买到。对对对，柠檬、黄瓜还有薄荷叶，薄荷叶，嗯嗯，对。另外一种是黄瓜，好喝这个，健康这个。好喝是有 strawberry 的，嗯 ，strawberry 香蕉薄荷，颜色又比较香蕉甜。那个是最后我能进吗？没有香蕉啊，没有香蕉，只是没有香蕉。没有开始以为是香蕉啊，它黄黄色。没有哈，没有没有香蕉。这个是柠檬片，就是三样啊，三样柠檬片，柠檬片，柠檬片，你一直喝嘞，也不也要结束了，所以再来喝多一次。那我们也要喝，我们也要喝。现在疫情啊，不可以。柠檬 strawberry， 柠檬 strawberry 还有，两个星期后我来看。strawberry 还有薄荷，薄荷三样，一个是黄瓜柠檬薄荷，这个有黄瓜柠檬薄荷，啊，也是另外一个呢。烧的也是一样，黄瓜、柠檬跟薄荷。哦，一样，这样是两种。一样，它只是一个冷的，一个烧的。草莓、黄瓜。好喝的是草莓啦，健康的是这两个，最好和你的肚子。草莓、黄瓜、柠檬。谢谢，没问题。哇，柠檬片耶！希望大家。我想问你，你的黄瓜是小黄瓜还是大的？日本黄瓜大的，日本黄瓜 ，OK， 黄瓜，日本黄瓜，小黄瓜啦，日本黄瓜就是日本黄瓜，三块多，对哦，三块多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你们大家，希望你们欢迎，谢谢你，大家来，等一下我要去摘露天的野花了。拜拜，你们大家可以做你们的水果水、水果水，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再见 ，OK， 再见，拜拜，你们有下个礼拜见，老强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怎么按不到？我是按，哦，有按到了。